但是如果渤海新找的这个情感寄托呀，他如果再重演当年的一幕，就是再次抛弃渤海，那他的病情呢，就很有可能朝着不可控制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。莫总，难道真的要濒临07抛弃渤海吗？ 父亲要是知道你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我父亲要是知道我这么没用，一定很失望。我明白你的痛苦。 和纠结，但是感情是通往成功之路的绊脚石。要战胜恶魔，首先要把自己变得比恶魔更无情。 那我回去了，回去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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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想让你走，我真的进去了，拜拜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 七七，怎么是你啊？找我干嘛？ 你跟渤海分手吧。啊！只要你们分手，我就放过他。是我耳朵坏了，还是你脑子坏了？阴谋败露，你居然还想出这种理由去威胁别人？谁给你的底气啊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啊。 我一直以为你脑子还挺好用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提出这种荒唐的要求。下次你要再威胁别人的时候，麻烦早点歇。七七，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但你考虑的时间越久，渤海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。你想清楚了。
真的不像是闹着玩的。万一他来真的怎么办？他对渤海下杀手了怎么办？那又怎么样？每次不是渤海的手下败将，还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，搞得自己有多大本事呢？启动全面收购计划。是。